参与的所有的志工朋友们表达最高的敬意跟谢意。或许我们每个人的付出就像这样，是一点点的量，但是集合大家变成我们彰化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爱心。最主要的是我们在今天能有这么安定的社会，有这么和谐的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主要都是靠着你们大家的努力，因为有你们我们才有今天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我想今天是103年以来我们的这个刚才讲的我们超过200次的公益巡回演唱会，我们也就是借这个机会，主要就想谢谢你们在无私无奉献牺牲的精神，同时呢，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呼吁有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这个志愿服务的工作行列。在这里我们要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今天已经第7年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欢聚一堂，来听好听的怀念民歌。今年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其实非常难得，去年我们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也说疫情可能影响了我们的心情，可是不会改变我们的热情。我觉得说我们就是一个医者的志工，我们就在种福田。我也说我们医疗跟爱心是基于人道与慈悲，没有国界。所以我觉得我跟大家一样，各位的这各位做的志工用你的温度在温暖了我们的社会，温暖了你所帮助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希望我们人人都能够发挥爱心，有利他的精神，我们都能够愿意无怨无悔的帮助别人。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起一个祥和而幸福的家园。